他演讲的题目呢是塑胶产品新革命，让我们掌声欢迎。各位来宾，下午好，我是立伟科技自动化。今天很荣幸哈，应荣格贸易的邀请哈，来这边做IMD 的塑胶革命的一个专题演讲哈，然后也跟各位来这边做一个交流哈。然后在座的各位，有的是我们的老客户，有的是之前认识的朋友哈，那当然也有很多新朋友，也有一些同行的朋友哈。那我今天就是要跟第一个就是简单的介绍个人及公司简介嘛，然后再来是 IMD 的市场，然后 IMD 的动力，然后 IMD 的技术哈。那因为前天哈，还有今天早上有很多前辈哈讲述有